个东西。本周五晚，刚沉浸在成功晋级七强的小哥哥将迎来史上最狠的 7v7 踢馆赛。要知道，这谁要是一个不小心，或者是有个疏忽，就可能被已经淘汰的选手直接取代。由小猪老师推荐的物理闷龙小哥哥杨子欣又可爱到冒着泡回归。这次的他呢，少了之前的不服气不爽，而是以更加轻松的心态迎接新的挑战。说到自己最想选择的 PK 对象，他还跟老妹开玩笑呢。有想好，那这是个秘密，这是个秘密就不能透露啊。选谁到时候看心情，就看谁肚脐眼长得奇怪呀，谁腿毛多呀，我这样选啊。离开没多久的小闷龙说，兄弟们对于他踢馆都是如此态度。就是南军、音乐课、胡雨雷一定踢进来，踢不进来就去死。而另一边的我们兵长再次回归到快男的舞台，也是向我们镜头表达了自己的激动。感觉肯定很棒棒啊，很棒棒啊，很健康啊。很健康，就是那健康这个名词很明显就是在祝福嘛，那就大家都这么健康那么开心，那就健健康康的在舞台上唱歌嘛。许久不见的小冰冰也是变得十分活泼的说哟，在后台各种闹腾，趴在了王南军的身上成了个吊坠。小哥哥还给我们透露了自己最想 PK 的对象，那就是我想选王光宇，因为其实我跟陈立组的人也是有经常一起出去玩，然后罗志祥组的魏巡哥哥的话，我跟他关系又特别好。魏巡是我的。上次探班的时候还要亲亲，互相送歌送舞的小冰冰要挑战壮哥，不知道周五晚上会不会真的是这样的选择呢？同样，作为踢馆选手的金冲，虽然认知度不及十五强，但是唱歌可不一般哦。踢馆选手都这么轻松地面对比赛，不知道七强们是个怎样的心情呢？芒果捞新闻本周七强争夺战即将打响号角，准备好了吗？报道。